香港人的人均肉食消耗量冠绝全球，但面对全球爆发粮食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漠不关心。怎样可以令到这个问题再次令人关注？为了迎合全新推出的 meatless meat， 我们特意推出了几成肉 campaign。 因为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，所以我们会联合数间香港人经常帮亲的快餐店与其合作，推出几成肉汉堡。店员会问你想要几成肉，例如三成肉汉堡只占三成是肉，其余就由素肉去代替，越少肉的价格就自然会越便宜。鼓励消费者多些尝试素肉，拣啱自己可接受的比例，带起新潮流，吃牛肉不再是吃几成熟。我们亦会在 Instagram 宣传我们的 campaign， 配合我们的食评 apps， 邀请不同的 KOL 去试吃不同比例的几成肉汉堡和发表食评。消费者可以透过食评去了解几成肉才最适合自己，并发起零肉汉堡 challenge， 吃完完整一个全素汉堡的时候，拍下影片放上 social media， 可以指明下一位挑战者挑战。透过一系列的 campaign， 希望可以改变香港人的饮食习惯，从抗拒变成慢慢接受。